昨天晚上刷到这个小姐姐之后啊，说实话我的心动了。说实话我想问问小姐姐有没有男朋友，犹豫了，家里没水桶了，但我还是想给小姐姐画张画。从线稿开始，这气质必须拿捏住了，基本上我觉得我画出了灵魂。还是上个色儿吧，我怕小姐姐放弃我。对，简单加点细节。画好了，我就想问一下小姐姐有没有男朋友。